曾经是女 F 四团体的 Amy 安真佑，现在已经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喽。在工作之余啊，还会跟着艺联会当志工，一起去养老院做法事。这一次跟儿子一起来体验亲子厨房的乐趣。麻油的香气伴随着蔬菜与菇类的鲜甜度一起入口，真的是大人小孩都喜爱呢。